吃里扒外的狗东西。你听我解释。蓝方有你这样的人算是烂到根了。有内鬼。怪不得。明府，这个地方几乎所有人都跟那些帮派有牵扯，咱们怎么办？明府，此事真乃前后所为，但不确定。明府，故作怎么样？我感觉没什么大碍，应该就是被烟给熏晕了。去后院吧。员外，走。是是。本地帮派众多，李县尉，你因何确定此事就是钱浩所为？啊，下官也是觉得玄虎帮乃是蓝方势力之魁首，故而才有此猜测。下官倒是觉得钱浩未必会如此鲁莽。为何？这些帮会相互倾轧，生病受伤之事皆有。众所周知，胡五座可不仅仅是五座，还是蓝方的有数良医，害了他恐会招惹众怒。明府，是不是胡五座真的找到了什么线索？明府，胡五座醒了。醒了。醒了。哎，诸位诸位，在此稍作等候啊。好，那好吧。荣妹，哎呀，坏了坏了，要出大事了。明府，护座醒了。清醒了片刻就又晕过去了。可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了一些非常关键的线索。李县尉啊，此地就交给你了，多安排些人手保护好五座，待他醒来好好记录他的口供。此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这里就有劳各位了。哎，好，好。李县尉，老母在家不便久留，就拜托了。啊，告辞。辛苦。李县尉，那我也先走一步，辛苦辛苦。告辞。县尉一直守在胡五座药房现场没动，派出部回家以后再没出来过，那就是他了。来了半天了，肯定是在等人。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你听我解释。蓝方有你这样的人，算是烂到根儿了。明父，我你把他吓回去吧。这。
你去哪儿啊？